创作的是电脑绘图跟人体手绘动画，所以我这次来到这个双年展，我也想要做手绘动画的部分。那我是希望可以从我的角度去看这边的生活，然后流离忘岛的人跟环境跟物跟生物之间的关系，然后用我的2D 动画去呈现这样的一个所有东西之间的关系跟一个互动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